我面对不了我的失败，面对败者联盟一这个名称，分差拉得特别大，我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么夸张的这件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就是非常不满意。其实都对上一轮的票数很不满，必须不满，他都倒数第一了，我还输了，我怎么可能输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，我为什么觉得我自己票数这么低要理所当然呢？完全不接受啊。就是我们虽然失败了，对，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挥动我们的拳头去为自己战斗。你不用这样子，也不用这样子，你这正常啊。到时候我会举手，然后我们就老师们就是一起举手。对，如果最 label as pen the pen。刚好就是两个人都觉得哎，这个点很酷，然后就去实行它。而我们想要表达的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每一个设计都努力完成，对我自己这个作品我很满意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，这绝对是一首可以循环播放的歌曲。对，有爱，这次我们要把节目组送我们的东西还回去。Let's go！来，哥们儿，给你尝尝。